塞了吧，是不是很神奇的感觉？我们第一次在飞机上面换尿尿，大家看，肯定很多人都没见过，在马桶上面把那个盖盖翻下来，就可以把乐宝放上去了。现在我们的乐宝已经躺了上去，可以看见这个空间非常的窄，只有一个身位。刚脱好裤子，乐居居表示很开心，嘿，亮亮很开心是不是？乐居居，换亮亮的乐居居。好啦，好啦，我们在飞机上第一次换好尿尿啦。想不到乐宝今天很乖哦，我们已经飞了半程，也不怎么哭闹，就是稍微闹了一下，是因为困了，是不是？乖的。